承受着探戈的压力，不管前方的道路有多么困难，但是有你们的陪伴，我会一直坚持下去，绝不放弃。为了我的梦想，还有我的兄弟。一直都在努力，坚持绝不放弃。很多主播都有才艺，但是缺个机遇。当我拿起麦克风，一直都在向前冲。为了梦想，为了生活，走到人生巅峰。流过多少汗水，经历多少疲惫，面对无数黑粉舆论，不知是错是对。经历多少失落，不管有多落魄，因为有错就得改过，不能自甘堕落。当你没有人气，贡献榜不景气，陪伴我的兄弟姐妹跟着一起着急，知道被人猜疑，匹配无力反击，没有人气没有财托，谁能看得起你？你们羡慕我能一觉睡到下午，却不知我凌晨才拖着疲惫的身体躺下。这是主播心声，我来说给你听。很多主播都很优秀，展翅翱翔雄鹰，按时按点直播，对起兄弟游客，不断创新努力学习，小号到处奔波，整天与世隔绝，忽略亲朋同学，妈妈坐上火车那刻都没时间告别，独自身心疲惫，也曾面黄憔悴，累得像条死狗，却还无法入睡。我是一个主播，道路崎岖坎坷，内心不仅直播时候还要装作洒脱。兄弟别忘打卡，感谢你们鲜花，直播通知点一点，那礼物刷上一刷。每天都是一样，视频面前歌唱，吼到嗓子嘶哑，吃到喉咙发烫。兄弟也有离去，话语只有一句，感谢你对我的支持恩情，不会忘记。